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啊，这个碳轮呢，与氧化铜粉末混合加热，它的还原式呢是这个。这还原中呢，何者为还原剂？所以还原就是说哈，它还原别人，自己被氧化。哦，现在的碳哈，它自己被氧化了，它把那个铜还原，哦，本来它跟氧结婚嘛，还原出来变成单身的。所以碳它是被氧化，啊，还原别人，还原铜，把氧化铜还原成铜。所以呢，还原剂的话哈是什么？是碳。所以这一题哈，答案应该选多少？应该选 A， 碳。